门体采用优质铝合金型材拼装而成，无焊接点，整体造型美观大方，坚固耐用，无轨无轮，完全悬空运行，使用时不受地面路况影响，运行时带语音提示功能。在门体运行时更能引起旁人注意安全。前段装有防撞胶条，二龙门架之间装有红外防撞装置，更能保证行人和门体安全。